吴会长以及在场的各位嘉宾，各位敬爱的家长，各位亲爱的毕业生，大家早安。校长早。刚刚每一位毕业生接过了毕业证书，这是全校师长给孩子的肯定，肯定修业六年完成，更肯定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在我们的师长陪伴跟指导之下，为学校、为团队、为自己创造了非常多优异的好成绩。接过了这张毕业证书，也是全校师生对我们毕业生的祝福，祝福我们毕业生，无论等一下你有没有上台领到奖，无论六年来你累积了多少的荣誉跟奖状，还是你就像一只小蜗牛，还在慢慢的爬，努力的更上层楼。校长要说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分分秒秒都在累积我们各位的未来自己。我再说一次，分分秒秒我们都在累积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带着这一份肯定与祝福，校长也要勉励各位同学，没有伞的孩子跑得快，有伞的孩子走得稳。无论我们的身旁是否有非常多的好条件，无论你是不是生来就非常的聪明优异，要记得我们努力学习，认真做好自己，未来成为一个可以为自己跟为家人，甚而为这个国家社会成为一个撑伞的人。大家选的毕业歌起风了，在这个盛夏，当我们面对车站的下一个旅程，我们或许有犹豫，但是起风了，最后一句，以爱之名，你愿意吗？校长以及全校的老师，还有在场的各位爸爸妈妈，以爱之名鼓励各位同学迈向未来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你愿意吗？用掌声来代表我们自己的决心，跟对同学还有学校彼此的祝福。最后祝福各位嘉宾、各位家长，在每一天以爱之名，我们都能陪伴我们身旁我们的家人，各位老师陪伴我们继续下一届的学生，我们每一天平安喜乐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感谢校长给毕业生的祝福以及勉励。